我可以帮你们升一下子啊。我可以了，我差二十，我差600。先照耀，先照耀。我这凤凰开了，不要直接拉掉，我不想留。拉掉。得照耀。我照了药，啊。每人差不多得带四个圈，很远。我再照一个。啊，你们先照完，我来照。你要照电吗？我不用照电，我要照血。我帮你全照了。这里还有书，你给我倒了几个？我帮你全照，带四个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上去看。你地板照完了，我帮你照了三个。那我再照一个，地板上凤凰看要不要拉掉？我先拉了，我给你照三个，你再拿，照一个我们走。走吧。车在哪？在脚底，好，从那边去盖站是吧？你上车，你开吧。来，往东边下，往东边下，好，往东边下，去盖站这方向，大概到这个地方可以弃车了，到那个白色的地方。换你吧，好。火力要打起哦！好，换人，别人你上来。那我上来吧，你跟我讲去哪里。好，去白石头，去白石头。跟我讲，前面这个白石头，对，你们这个黄点。先上山吧，看个情报。把白石头拿下来，我们再走进去。这里吧。前面还在开到前面。下吧。我觉得那边的话会不会听到？下吧。那走一点。没杀到人。好，这上面有踩人。好 ，OK。我们就把这空下来，盖在那炮位有人。好，看能不能偷他，如果打不了我们就飞出去。好，如果不好打，两个大药，两个小药，我两大三小。有人在看吗？好像没人在看。那靠右，对，靠右往下滑，可能能走上去，他们都不知道。有人在看，有人好像看到了。看到我们了。看到了，确定看到了，我们可能得飞出去。用飞的吧，打血，打满。不好打了，这打好飞吧，来我这飞吧。不好走就飞了。